很大声，那这个就等一下给我们的那个烤肉的师傅。尤师傅，老规矩，赶快回到后面，赶快。我说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要欢迎我们主演的灵魂人物尤大师。哦，懂了吧？懂了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主演的灵魂人物尤师傅。哦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小厨房呢，我要示范我们竹间的招牌，就是我们招牌石头锅。然后示范怎么炒，首先介绍食材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用鱿鱼干、鱿鱼丝，然后有洋葱、蒜碎，还有白芝麻。那最主要呢，东西要好吃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锅热才会炒。那大家有没有练过铁砂掌？没有练过铁砂掌就不要摸，像我这样。这样很危险，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用这样子，或者是锅子，你看到有没有冒烟的？这个时候锅子就是已经热了，然后我们下一次，还有。好，现在做的是竹间的招牌哈，石头汤底。有没有热呢？最主要的看，起油烟的，这时候我们先下鱿鱼，鱿鱼先爆香，因为这鱿鱼用油爆香过后。它到时候在煮汤的时候会越煮越甜，然后。